嗱，話説呢班人啊趕翻工搭 lift 喺度跑，終於有 lift 搭。咁 lift 啦，誒最尾入嗰個原來係跟街。啊，攻擊直升機都幾好玩。呢兩條友不識好歹搶我哋個點，結果俾人掃低。拜拜。喂喂喂，我直升機又爛咗。跟街呢作為一個出色的直升機維修員，有一個士巴拿旁身是非常之啱的。我又要飛啦。好啦，而家揸緊一架攻擊直升機，就同我跟街一起前面呢有架車，我就追住佢咁打啦，好明顯，當佢曱甴係咁打，打死你，撳扁你。好，跟住之後仲有一架，好瞄準。我同跟街一起射嘢，哇，射到佢爆！炸狂、搞掂耶、其实除了用枪之外呢，直升机是可以整个咁车埋去车死条友。的士停车啊，的士啊，呢个是叫的士的正确方法。好，唔该晒。可以去边啊？油麻地啊，唔该。我中途想接接人都得。好啊，接下言啦。哎，但呢条友好似唔知点样上车喎，喺度跳落，行唔到过嚟，快上车啊！系赶住啊！好，走咯。啊，由于玩 Call of Duty 嘅时候已经训练有素啦，所以基本上我啲榴弹系极之准，一炮双响咪就系呢啲啦。跟街唔理三七二十一，咁样踩油门就行过去。啊，话说我揸住架车同跟街油车开嘅时候，发现到一个油车。佢於是乎咧就唔理三七二十一榴彈炮事後，跟住咧就窮追猛打，第二炮唔好意思歪咗，喂，跟住我哋追住佢，佢仍然都窮追不捨，係咁用槍掃佢，最尾哎呀壯烈犧牲啊，人毀車亡，好行完趟海上身，有一個漂移，哇你個架輛撞埋你，食我個 RPG 啦，哎呀好。好，咁快就睇完啦，希望大家中意。